好，我是小米。想知道大家平时用的蜂蜜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？今天晚上8点麦吉丽直播间，我将带大家来参观麦吉丽宜昌生产工厂，我在直播间等你，不见不散哦。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啊，以及我们的 ISO14001这样的一个环境管理体系，然后以及我们的 ISO22716 啊，是我们的一个欧盟化妆品的一个良好的一个生产规范的一个认证，以及我们的 GMPC， 还有一个 ISO45001是我们的原产线，大概月产能是100万瓶啊，是非常大的一个量了啊，是非常大的一个量。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些全自动化的这个生产线是从意大利进口的。好，摄影师现在可以跟随我进进了。好，我现在需要旋转。20秒以后还有1秒。好的，已经自动打开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。引进的这一套是国际上最先进的一个 CIP 的一个自动清洗的一个系统，它是集清洗、消毒与烘干，全部是一体化，全部是自动化的，确保我们所有的这个料体所有的是不受污染的。自动灌装啊，这种是自动旋盖，然后到这里啊也是一样的，跟刚才是一样的，好，自动去抓取到我们的流水生产线上面。好，看到没有，工作人员现在在上这个采盒，在自动折盒，在上我们的内采盒，看见没有？我们的采盒经过这里来折叠，好，折叠。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机器手臂，可以看见，这里是我们的一个机器手臂，一个自动喷码哈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本来是一个白的，然后过去以后就有编码了，看到没有？就有喷码了，就是我们的生产日期啊，还有我们的这个编码呀，都会在这里。是我们的一个自动灌装料体的一个一个设备啊，我们的平衡水在这里设定好150毫升的这个量，然后会在这里第一次进行灌料。好，我们基本上一批货的话会连续做好几天，再换下一个产品再去做啊。现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胎盘乳啊，胎盘乳在这里自动灌装。好，可以看一下，我们这台产线的话大概月产能是一百多万瓶啊。我们这条生产线的话是也是全自动的，产能大概是每个月90万瓶左右。然后那边是出盖，然后会放在上面，会有一个旋盖。然后这个是放，这两个机械手臂呢是在做旋盖的动作。看我们的小银管啊，小银管的话因为一只都是5毫升，比较小，就是定量灌装以后去进行一个旋盖，然后再到包装车间啊。